是今生来生与你相遇在每个梦。为了皇上这个秘密，我长这么大我一直在苦苦支撑，何曾有半点希望。我呢，我算什么？可是我只是一个凡人，我只是希望我心爱的女儿能够活下来，我只是想追求我想要的，难道这也有错？如果杀气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从我懂事开始就如影随形，被称作官人。我现在只想让他习惯了我这一世不知作为什么样的人。是我呀，我是张小凡。